真的，我现在吃做什么东西，因为我已经有了那笔钱在，我就可以做很多东西。而且，因为心里比较安的，我们患病的时候，其实一整年其实都没有，可能有些公司是没有给薪水的。这就是我们需要用到它的时候，而且。如果还在读书啊之类的，而且我们要吃的比较健康，这些钱都可以用得着。因为你看这个数字其实就是一个负担。对，当初你要负担家里啊，负担孩子工作方面，如果没有这个保单来帮你的话，当初我相信会很糟糕。对，所以我是每次跟他讲，真的真的，肺腑之言就真的一定要买保险，医疗保险真的很重要。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讲，我真的就最近阿姨也是发生心事，就阿姨没有买保险的。那之前我问他为什么不买保险，因为他说因为他的子宫癌就不能买保险，那最近发现乳癌，然后就不能买保险。我说你不买，他说不是不买，因为不相信保险。然后他就本来是在 KK 的，但现在没有 case。他说 KK 现在当他把他当成是一个私人的病人，所以要很高的保费，所以他现在就去我们的综合医院。结果综合医院，他还是要付钱。他说除了 CPA 的时候，他很付钱。然后现在他说他不要拿那个药，然后我该不要拿那个药吗？我说不可以，一定要吃啊，一定要吃。他说不要，因为吃那个药要花很多钱。我讲，可是你还是要吃啊。我说政府已经算很便宜了，私人的是500多，政府的已经是100多块，他还是不要吃。我说不要吃，你就你的乳癌可能还会再回来。他说没关系啊，反正都老了。他说谁叫我没有保险。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办？他说就算走一天算一天喽。我就。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讲，我讲，哎，所以我是劝大家，就多多少少，真的还是要就买一个保障。